所听是别人的过去，怀念却是自己的曾经。心情照相馆，二人一窝，白色区256号，白色区256号，请到柜台攞嘢。冯永亮脑海里边咧依然不断重复播住妈妈头先喺电话所讲嘅嗰番说话，明明拎住呢张256号飞仔。都几乎唔记得去柜台攞佢嘅生炒排骨饭，好在咧嗰个尽忠职守嘅阿姐不断用佢唔咸唔淡嘅广东话叫住呢个 number 256号。如果唔系咧，冯永亮都唔知道要企到几时先有得食啦。刚才嘅电话咧系妈妈打嚟嘅，特别打嚟话俾冯永亮听。爸爸的血压呢昨天突然之间飙升到216度，行行下街呢都几乎晕倒，劝他入医院呢他又不肯，所以逼不得已之下呢先打电话给冯永亮，叫他打电话问候爸爸，劝下爸爸入医院检查。为什么用逼不得已这四个字呢？只因最近呢三年咧，冯永亮已经再冇同爸爸见面，甚至再冇有任何嘅联络啊。因为自从爸爸几年前反对佢读演艺学院，经济封锁，甚至刮咗佢一巴，同埋赶佢出家门之后咧，冯永亮就一直冇翻过屋企啦。其实咧，佢都知道爸爸紧张自己。担心自己踏上舞台剧演员呢条路之后，生活变得相当嘅唔稳定，所以咧先极力反对佢。但冯永伦心谂呢个系自己嘅专长同埋梦想，趁后生一定要坚持啊！唔通真系好似爸爸咁，成世人屈喺佢嗰间屋村嘅五金铺先算安定咩？冯永伦自问真系冇呢个兴趣同埋能力。去继承爸爸呢间五金铺，所以先同爸爸搞到咁愉快，令两父子嘅关系决裂咗三年。所以咧，虽然头先听到妈妈嘅呢个电话，都的确真系非常担心噶，但系谂到过去三年每一次尝试同爸爸和好，都被佢拒绝，冯永亮咧就唔想再试啦。唯有专心食面前嗰一碟今日唔知点解特别酸嘅生炒排骨饭啦。哎呀爸爸你食多快啦。正当冯永亮仍然为到爸爸嘅事想得入神嘅时候，佢嘅思路突然俾同台一个11、12岁嘅男仔打断。佢见到呢个男仔尝试将一块唔系好肥嘅肥牛夹俾坐喺佢隔篱嘅爸爸。冯永伦睇清楚，原来呢两父子一齐食紧一个呢间快餐店近期做紧特价嘅一人一锅火锅。冯永伦咧见到呢个锅得嗰几块所谓肥牛，两三粒牛丸鱼蛋同埋几条菜，就算一个人啊。都唔够食啦，更何况系呢对搭台嘅父子。阿仔，你食啦，你发育时期啊嘛，呢度得嗰三块肥牛，我食咗你唔够食噶啦。呢个爸爸咧，立即将仔仔夹俾佢嘅嗰块肥牛夹翻落仔仔个碗度，但系仔仔咧又唔肯要，仲好肉紧嘅同佢讲。
爸爸，你食啦，你工作咁辛苦，食多啲先有力开工㗎嘛。我头先呢已经食咗一块，已经好足够㗎啦。爸爸见仔仔咁坚持，于是呢就好安慰咁，首先夹咗粒鱼蛋俾个仔，然后呢再将块牛肉慢慢放入自己嘅口嗰度。佢呢好似好唔舍得食，同埋好满足咁，因为知道呢块肥牛系仔仔留俾自己食嘅。咦，爸爸你嘅手背做咩损咗嘅？系咪头先喺地盘做嘢唔小心整亲啊？冯永良见个男仔好紧张咁捉住爸爸流血嘅手背，问佢呢个问题。原本咧，冯永良都唔想再咁多事偷听佢哋嘅对话，但系个男仔嗰份紧张之情咧，真系令冯永良想知道呢位爸爸究竟发生咩事咧。哦，头先赶住收工，唔小心擦伤少少咋嘛，冇嘢嘅冇嘢嘅，傻仔嚟嘅，快啲食嘢啦，如果唔系啲嘢冻晒就唔好食㗎啦，咁难得先出嚟食火锅。爸爸，其实你带我出嚟食咁好嘅嘢，我已经好开心㗎啦，最紧要你唔好整亲自己呀嘛，迟啲食又或者好似平时咁喺屋企食，我都好开心㗎啦，只要你冇事就得㗎啦。面前呢个男人见个仔咁乖，跟住就好感触咁放低碗筷，揽咗仔仔一下，对佢讲：阿仔乖，爸爸知道啦，以后会小心啲㗎啦，爸爸会努力工作，等你第时食得好啲，住得好啲。哎呀，爸爸，你又讲呢啲，我同你讲过好多次啦，只要同你一起食咩着咩都系咁开心嘅。爸爸，我一定会努力读书，第时养返你㗎，俾你过啲好啲嘅生活。阿仔，爸爸知你乖，爸爸知你乖，快啲食啦，如果唔系啲嘢真係冻晒㗎啦。知啦爸爸，你都快啲食啦。冯永良一边食一边睇住呢两父子嘅对话，成个人突然间觉得好温暖。更不知不觉将成碟生炒排骨饭食晒。但係佢竟然仲觉得有啲肚饿添。佢心諗，如果连自己食晒一碟饭都唔够饱，咁呢对父子两个人食一个咁细嘅火锅，试问又点够饱呢？不过佢知道面前呢对父子就算食得唔饱，着得唔暖，但系两个人嘅心灵呢都系饱足㗎。因为填满佢哋内心嘅系对方无比嘅爱啊。临走嘅时候，冯永良企起身，忍唔住同呢个爸爸同仔仔笑咗一笑，轻轻讲咗句：你哋真係好幸福啊，多谢你哋啊。另两父子呢对佢莫名其妙咁笑咗一笑。踏出快餐店，冯永良终于鼓起勇气，拎起个电话打俾爸爸。